今天来吃个牛骨髓。吸不出来。上头神器。哎呀！哎呀妈！我买的都是大个的，可大了。看我能不能给它吸出来。都是油，整的可哪都是油，全是油。牛骨髓。刚做好，有点烫。这骨髓还挺多的，哎。
真好吃。牛骨髓，这吸不出来了。我天，全是油。哇塞，看，完整的。还是有。哎呀！红烧牛骨髓，这是用红烧酱做的。红烧的还挺好吃。
皮。有吗？这红烧的还挺好吃的，这里面全是骨髓。哎，这太嫩了。上头神器。全是油，来点辣椒。啥红色呢？你是不是没给我煮熟啊？费劲。
4块钱一盘。牛骨髓，给它加点料。每一个都加点。尝个这个大的。哎呀呀。哎呦我天。这全是油啊。这是啥情况？我这可不是假的，那有好多人都说，哎，你吃的这是假的，你看这么多油，哪是假的？完就掏不出来了。是从这边吃的。哎呦，哎呀！天，掉了。上头神器，听说这个吃一个就得上头，看能不能给它吸出来。嗯。哇，全是油，吸个这个。哎呀，能不能给它倒出来？哇，给它吸出来了。全都是油啊。再换一个。还是用勺吧。哇，上头了。
有。全都是大肥油，这也吃了。你们可千万别买，这个东西可便宜了，但是不好吃。